广州蜂蜜用处多，可学生物可下锅，蜂蜜获取不算难，只需掏下马蜂窝。蜜蜂蛰人非常痛，骑着宠物也没用，还好可以铺睡袋，裸身前往动作快。方蛰特色 bug 多，这个蜂巢没蜂蛰，患者放下各种摸，蜂蜜掏了50多。对付蜂蜜有诀窍，吉利服装需一套，喝下驱虫剂这口药，蜜蜂见了都喊妙。驯服孔雄用蜂蜜，凶猛孔雄采蜂蜜，树干上面够不着，大个平台没烦恼。你说蜂窝平台下，那是你笨不会找。实在不行柱子搭，孔雄右键随便抓。出门采集费时间，一去一回就一天，可有方法不出门在家采集还新鲜。这当然方法必须有，养只女王活不愁。驯服方法不简单，吉利服装全胜穿。光是这样还不行，驱虫剂喷上才可行。稀有花朵效果好，沼泽采集还不少。打坏蜂巢出女王，蜜蜂出现才有王。 bug 蜂巢没有王，打坏这个也白忙。女王出现地面飞，不断伸出小蜂锥。稀有花朵零号位，蹲着前行后面位。如有蜜蜂在蛰你，原地停下不用理。驯服过程要耐心，蜜蜂操歌真好听。剧情女王训成功，暗翼变巢收囊中。回去把巢放家里，过段时间可采集。蜂巢里面放点花，保证蜂王不饿瓜。你说想看他战斗，直接石头。最后祝各位高考拿高分，迎接金榜题名10分。我是忽略君，永不断更。